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。我们在今天想要做的影片就是5月23到5月30号维护之前人气武将三名几率提升10倍，有司马懿、诸葛亮跟许褚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用我们的元宝来做十连抽，看看能不能真的可以抽到这三名人气提升的武将呢？当然了，除了元宝之外呢，顺便再把我们的原本就有的武将招募券也都一并都把它抽掉。就是背包里面有的那个，这个这样三星的应该招不到什么东西啦。一张五星的招募券跟八张的三到六星的招募券，还有四张四到六星的招募券，一并等一下一口气都把它抽掉，给大家看看这一次提升的几率有没有真的提升到让大家很有感觉呢？让大家拭目以待的抽奖，武将十连招要来了哦！准备，三二一，开始。记得是诸葛亮、司马懿跟许褚嘛？真的会有吗？来吧，上吧！哦，一二三四，四个黄色的光哎、欸。张角。等等啊，许褚有，可是是同色的、欸。哥，来董卓两只，一只张仪。那张合、徐庶跟徐晃，没有我要诸葛亮啊！太扯了，这个几率，这几率真的不是很高哎、欸。哦，天哪！然后我们现在人数太，武将数目太多了，现在做一下合成跟反售一下，等等哦。技能差是多的。谁要把它吃掉啊？来，再做我们背包。背包总共有12、13抽。我们先从最简单的抽来抽吧，三到六星的。看这个是不是也会增加那个增加许褚、诸葛亮还有司马懿的那个几率呢？现在出一个董卓。太史慈，这是三到六星的，所以出三星是很正常的。出现蓝色的光都是三星的。三星的。吕布欸，肥料。哇塞，时间。你觉得这个卷轴招募的跟那个加倍的根本没有关系。孙策，小乔，好，我们三到六星的抽完了。再抽我们的四到六星的四张，哎，四到六星有黄光是正常的，可是居然是貂蝉，四星貂蝉，哇，吕灵奇耶，哇，这一只好，这一只赞，有金边的吕灵奇，赞。哇，吕布又差多了，就是
铜色的吕布。成功！好啊，我们四到六星的抽完了，四到六星抽出来的武将全部都是四星的，没有所谓的六星。好，再抽我们最后一张五星的武将招募券一张，哎，武将呢已经满了，吊一下大家的口胃口，升级，这个。哇，这个都是重要的肥料，要留着哎、欸。呀，这个可以吃掉。升星吗？一二三四，刚好加技能。再来抽我们五星招募券，看能够抽到什么样的角色呢？司马懿、诸葛亮、许褚，五星的董卓，你啊，不知道该讲什么哎、欸。来，剩下三张垃圾来抽一抽吧。所以十连抽没有看到司马懿，也没有看到诸葛亮，只有看到一只许褚。然后用我们的卷子抽下去的，也都没有看到诸葛亮跟司马懿。好了，这样子给大家参考看看。好，谢谢大家收看哦。